醋鱼，谢谢冰冰的报名，只有报名情人组的朋友。哎呀，那是啊，过了之一第二的，表示你当时选择的。好嘞，好辛苦啊。冰冰的，在你走过去的时候，应该不要这样说的哈。我们补给站这边准备的非常的齐全，很多丰富的，有就是饼干啊，对不对？水果、饼干，对不对？恭喜恭喜！恭喜恭喜！小英，小英，小英，好厉害！所以如果你在会场任何一个角落的话，到我们的这个大会服务区讲点区这边来报道一下好吗？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我在这里，我们等一下就可以颁奖了。恭喜男子总排要进行高奖了。你有冰水吗？冰水一点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一二三，啊！哦，很舒服吧？好，我们马上要的是我们要吗？五公里行人组是吧？你应该跑很快回来哦，把你另外一半丢弃的。准备好的，天气慢慢热哈，所以你啊，第五名，第五名，恭喜恭喜！我第三，第三，恭喜恭喜恭喜！谢谢谢谢，前面太厉害了，太快了啊，所以。你还爸妈跑半马？半马太辛苦了。后面五公里好。好，到了，开始闪灯，麻烦请上台。哇，好帅哦！来，第二名李忠，第恭喜恭喜，第六名黄健翔。好，谢谢。再来，恭喜我们第二名李元正，耶！第三名，恭喜我们的陈明忠，恭喜。好的。再来是我们的第四名吴成员，也恭喜您，恭喜第五名，恭喜我们的柯西桑，我们的日本朋友，谢谢日本朋友的支持，明年要来带更多日本朋友一起来哦，恭喜你们，恭喜。好，再来第六名，恭喜我们的黄健翔，也恭喜您，恭喜。再来恭喜我们的第七名，我们卢曼的朋友林连福，肯定挺好，马上马上马上改更正哦。好，再来是第八名，恭喜第八名，我们的陈信宏，也恭喜你，恭喜。万岁，奖牌好可爱。跑怎么？一个人跑吗？那一个人没有朋友啊，太怪了。他说你要跟我啊，太怪了吧？你跑多久？78分而已、啊哦。好快啊，好快啊！后面太阳没有问题吗？有问题啊。我后面热死了。来哟、哦，我逼都。我后面如果你，我很想去赛。手牌，恭喜恭喜！谢谢，今天感觉怎么样？我看到你跑腿，跑腿子，我也给你加油！对对对，后面太阳没有问题吗？没有问题，一样。你不觉得很热吗？我很热，我后面很想计算了。我没有拿，我没有拿，我没有拿，我没有拿。你一年上下五十场，你一年大概五十场，每个礼拜都有感的，每个周末对，每个周末都有看。恭喜恭喜，谢谢谢谢。在这一刻嘛，对不对？哇，我们 Tomo 想的这个 camera 架在这里，它很帅哦，所以可以这边跟他比一个耶。21公里，跑78分钟的赵等来，你看我进来第一名，恭喜我们的蔡正轩，恭喜你。第二名，恭喜我们的郑乔元，也恭喜你。来，这是我们的日本朋友，恭喜我们第三名的 Tomo 桑，给他们热烈的掌声，谢谢你们今天好多朋友一起来支持哦。还是我们的第四名，恭喜我们的李明峰，恭喜，好帅哦！这个是什么建筑？我等一下看一下哈。跟跑团，跟跑团哦，是跟跑团，太帅啦！来，再来是我们的第五名，恭喜我们的张志彤，恭喜你。七名杨君权，恭喜。君权是我们的北市义勇消防，是不是？义勇特，我考得好，拍谁哈？再来是我们第八名的涂静汉，也恭喜你，恭喜恭喜。再来是我们的第九名梁伟昌，恭喜你，恭喜哦，恭喜。来，再来是我们的第十名潘玉伟，也恭喜你，恭喜。好，我们是不是可以请理事长跟朋友舞台？
台上颁发的是我们今天最长距离的半马21公里的男子总排第一名到第十名，给我们舞台上的这十位帅哥来点热烈的掌声好吗？恭喜他们今天这么优异的表现，也谢谢我们今天的颁奖嘉宾我们的蔡理事长，谢谢你们辛苦了，谢谢，谢谢，超级棒的，谢谢，没问题，要留下来拍照的都 OK 哦，哈，我吗？我有这个机会吗？我也要，好的，来，要这样，要这样，哪边？这边。谢谢，好厉害哎！我们跑完21公里还可以这样哈，表示顺便暖身啊，顺便啊，对，伸展一下哦。台上来点热烈的掌声哦，让他们还在跑回来的跑回来的路程当中。所以我们还有21公里的女子总排，还有各分组也要进行颁奖哈。所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下好不好？让大家喘口气哦，拍拍照哦。值得，有点辛苦，有点累，好累啊。来，一起一起，好，赶快走。OK， 谢谢，真的要拉筋一下。对，再找总亚军。恭喜！太好，亚军了，亚军了，有啊，好，一起，恭喜！苦练哦，哈，也不是苦练呐，算什么吗？哈，那我们呢？这个我们我不知道啊，我们进去了，可以问，我们进去了，可以问，我们进去了，可以问他，问他，请问一下，这是情侣就可以拿，还是这个有人他们已经报名先登记？好，那明年一起报名。那明年一起报名，明年一起结婚吗？是这样。一定要。好，明年再来好。我们的第一名，20公里女子总排第一名，我们的日本朋友岛田千元，好可爱哦，他刚刚穿着要跑第一名，太厉害。第二名，恭喜我们的陈怡如，恭喜。第三名，恭喜我们的高玉慧，也恭喜你。第五名，林心凌，也恭喜你。好，再来是我们的第六名简志文，恭喜。第七名，我们的关敏如，也恭喜你哦。好，再来是我们的第九名张丽婷，也恭喜你。还有我们的第十名张素琪，恭喜！这么热的天气哈，可以跑得这么的漂亮，真的很不容易哦。谢谢你们，各位舞台上颁发的是我们21公里女子总排第一名到第十名，给我们的十位美女来点热烈的掌声好吗？谢谢他们今天这么棒的成绩，谢谢你们，也谢谢我们的颁奖嘉宾，我们的高总干事，谢谢你。好，谢谢。甲乙丙丁。我是 Tomo， 谢谢看我的影片，如果可以的话请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哦，拜托了吗？然后比赛时看到我的话 H88， 谢谢大家。